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澳洲的那个啊，悉尼现在又被封城了，然后要再封，加封到月底吧，然后不知道何时才能封啊。所以在家没事，然后刚好收到一些蜡烛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蜡烛的这些味道哈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我从我最爱的开始好，它有四种味道。然后呢，第一瓶就是这个 Earth，就是地球；第二瓶就是 Air，空气。再就是 fire，第四就是 water，就是水的味道哦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香薰真的很厉害，它的香薰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它是用一颗这样子木炭，很神奇吧？好香哦！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舍不得整瓶倒下去，我就滴这样子，就滴这样滴几滴在这个木炭上，然后它这个木炭就整根吸饱了，我觉得就够了。不然你要滴很多，我就很怕会脏掉，然后会太多。等一下有一些蚊子还是蟑螂，你跑进去里面爬不出来，看怎么办？然后这味道啊，真的很香，就滴在让它吸饱。然后呢，air 这瓶是 air 的，哦，真的好香，那个花香感。好，我先跟大家，不好意思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他们的味道哈。earth 呢，就是那种它的味，earth 它就是有雪松的味道，还有疗创木，它就是要 create 一种就是很大地那个泥土芬芳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觉得 Tom Dixon 他真的是很有才，他做出那种瓶子就很像以前那种 Alchemy 的那种瓶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配上这个很神奇的这根那个木炭，然后这个精油也调得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酒精味，很就是有些精油涂下去，你可以，因为精油一打开啊，你就可以闻到一种那种药怎么讲 chemical 的那种。化学对味，化学精油，它是完全没有一闻来就直接就是香味，就是你不会失望的。有些味道你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会？你一闻就知道不对劲。可是它们味道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是 Earth，我最爱。然后第二名就是 Air 就是很空气感，就是那种橙花，有那种橙花的味道，然后很干净的那种花香，然后橘子皮，还有 Orange Blossom 的那种花香感，很干净，然后有一种白色的捧花的那种感觉。很舒服，很干净。这个是很多女生最爱这个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木质，就是比较 earthy 一点点的味道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 fire，我也很喜欢 fire，因为 fire 已经都断货了。fire 的味道就是那种，你就是那种在村里的那种，有人在烧那个木。你有去乡村旅行的时候，有人你就看那种烟囱袅袅那种，有人烧那个木材味，就是很温暖的味道，而且它又是红色的，可能这样子可能卖得很好吧，所以这样就被卖完了。然后 water 呢？为什么我先烧 water？ 你知道吗？我有一种叫做迟缓，延迟享乐主义。我就会像比如说我吃那个便当的时候啊，我就会先把我不喜欢的就先吃完，然后会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才慢慢享受。我就是这样子的人，所以对不起，就是我会把我最爱留在最后才烧。然后我也不是说 water 不好，因为它就是很水味，就是很海洋味道，因为它是好洋，它很像阿蒂仙那种海洋的香水味，它的味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海洋味就是对我来说没那么特殊，可是它也是好闻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它是有小盒装的，一次就是有4颗，然后大颗的就是这样子，那么大一桶的这种，你看这么大一桶很耐烧。然后这个是 Air，哇，哦，真的好闻，它有4个烛芯，所以你可以慢慢烧。那我觉得烧完这个盒子啊，也蛮好用的啊。这盒子你可以用来要祭祖，还是要干嘛，还是要拜拜都可以。这盒子真的太美丽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它最厉害的就是这一个，这个真的太神奇了。它的 design 的概念，它就是叫 square，就是叫旋涡的感觉，是一种弯曲吧。square 这个字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味道，它你知道它让我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们那种中药材，不是要用那个，那叫什么啊？忘记怎么讲，就波要把那些。把那些波把它那种摇碎，那它就是那种 very green 的，它里面就是很那种，它你看它很实心哦，这颗球很重，很像撞球的那一颗球，然后这个是很实心的，非常的 heavy。然后呢，它里面的味道，这个我觉得如果我真的会舍不得烧哎，我就是打开而已，那我就闻到就很浓，我就放在旁边，你可以摆着这样子，摆在家里摆这样，我觉得就很好看呐，啊。那偶尔拿起来。吸吸就很爽了吧，因为我觉得烧下去就很舍不得。然后啊，它的味道是那种很森林味，就是很 green 的，就好像走进去一间森林，还有一间那种花店里面，那种花店里面他们刚剪完那种花枝啊，还有
然后把那些花的这用这种酱把它捏碎那种叶片的那种味道，真的很好闻，超级好闻的。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Tom Dixon 哦。然后他们，我现在就剩下这些鲜，因为他们常常在断货，所以我每次一叫完货后，就是送完我的客人后，然后就又没了，所以我在等下一批货。然后我等一下再讲另外一段哈，因为你又来了，又来了那么多箱，等一下再拆给大家，拜拜，谢谢。